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场来，一二三，谢谢。哦，有等你等一下。等一下会有你，你不用紧张。你有在这里耶！谢谢现场对我们这些的照顾。现在呢是我第现场来发送礼物的时间。我也有啊。好，这次公司的优胜呢，就是职工队，每年呢在圣诞节前夕都会带了满满的这个礼物，还有他们的爱心哦，来关怀我们家福中心漫飞天使哦，持续长达十年。那也要谢谢非常多的志工出勤出难，一起呢来跨过烂这一群漫飞天使。那彰化县每年大概在早疗的这个部分，每年会筛出大概有1200个孩子。那我们希望能够及时让他在黄金治疗时间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照顾，所以呢也在我们彰化县内设了几个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据点哦，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孩子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让他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那在这边也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家福，他也承接了我们这个早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那个服务哦，那更要谢谢我们和仁志工队长期已经十年了。那今年特别除了准备圣诞礼物之外，那也募了将近180,000的一个经费啊，投入我们的早疗哦，让我们这个家福中心做最好的运用。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也呼吁更多的爱心朋友们，针对我们这些漫飞天使，我们多来跟他关照，让他们能够这个在好的爱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够继续快乐成长。然后让他们能够呢这个好的来这个学习，花了将近3亿多的一个费用，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这次弱势朋友比如说包括一些家暴的一些这些比较弱势的妇女孩子们，他们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照顾。我们也不断的在盘点一些经费，能把钱用在刀口上，就是希望说在我们现有的资源之下，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是漫飞天使的员工活动的时候，他觉得他县长他就说：“你不是要来观礼？”其实我跟你讲，我很少看到说一个长者他会去记得他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承诺。但是对我们来说，县长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啊。虽然你不要看谁是叔叔，我是姐姐哈。但是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说。县长他在选立委之前，其实我们不熟，但是我邀请了他之后，据我所知，他今天是行程是满的。可是他为了不对这些孩子失约，他为了要实现他的承诺，他为了他告诉我说，只要你这个活动继续，我一定会来。所以当佑立跟我讲说，县长我在提醒要去观礼，其实我当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说。县长他记得这一件事情，他记得他告诉我们说，对，他记得他告诉过我们说，我们要去观礼，他要让这些孩子去观礼，参加这个圆梦活动。那我觉得说，县长在其他的方面我们是看不到的，他的努力，其实我们小老百姓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可是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他是100分的县长，他是100分的县长。校长，没关系，校长，谢谢。